有良好的对吧？麦克雷西来是童年没吃过的火锅。晃过了米球之后没进，但是他顶开再下来，要小心三秒一得分啊！创造出很多这样大空档的投射机会。张宗宪喷射器跟阿帕奇两个人的组合，是哇！这一罐啊，把全场的观众啊都灌嗨了。林书伟进来了，突破之后打板没有，但补灌的是童年米球。卡卡西亚的两犯在身呢，必须来做调节，但这个是飞进来的 Tony Mitchell 摘了这个进攻篮板之后再暴扣得手。Tony Mitchell 脚下是不是有装弹簧啊？换算下来也差不多了啊！哇，直接空中作业了，找到了阿帕奇。我才说为什么第三战呢？跟开门的第一场比赛，哇，礼物来了！是这个战术执行的非常成功啊！玉龙所有球都没有人看到这一球，就直接送进来了。苏伟转身交出去，后面没有抢过来。这边再发生失误，张宗宪配过来，后面没抢。张宗宪，阿里乌没有，但是二番。分数是共下了20分的，追到只剩下7分差。通灵，他真的会非常的辛苦。这一次杨兴志啊，球没有进，但另外一边。同一名球的进攻篮板之后的补冠得手，在到季后赛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往外给了之后发生了失误，前面是二打一，哇，我的 shot 今天也是神了，后交过去交给偷车跟进的是周伯成，结果直接被盖了一个火锅 rejection。其实他真的在攻击面来说非常的恐怖。实在一个进入到战斗状态内是好的。林书伟交给汤尼米球，阿里乌。在玉龙在例行赛都蛮常出现这种情况，没错。不过在这个对战系列打到现在为止啊，哇！台湾城晃起了 Water Shot， 变一度之后打板没差不了多少。是，尤其是篮板是透明的，整个穿透。哇，蒋玉安要飞身，结果被妹妹球定板。或者正好，哇，终于没球。再来，结果又吃到了同林。这个朱义宗打先发，所以他们可能继续在学习啊，看哪一个是最好的组合。第一波的进攻，林书伟本来尝试要跟同林米切尔做阿里乌，但是第一拍没有，但第二拍绕到另外一边的灌篮得手。嗯，再交下去，现在只剩下7秒了。哇，同林米切尔啊，这个用罚球次数比较多啊，那自然而然罚出信心。好球。又是高比赛，接到了林书伟的传球之后，第一时间做球给 Tony Mitchell， 自己带球往前送，再回球，这次灌篮成功，马斯亚，哦，这个 pass 真的，蔡文成在弧顶，还漏进去给 Tony Mitchell， 位置有了。